无意间发现极美的草间带，而我停下了脚步，于是我们闯进了这片美妙的海洋，开始我们的探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en。 然后今天在前往钓场之前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潮间带，还不错。我想说来看一下有什么生物可以介绍给大家来认识，所以跟着我走吧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介绍咯。好，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潮间带的部分，就可以看得到这边有一些，这应该是属于淡水啦，因为它会从那个墙壁这边渗出来的部分啊，那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，看看它是不是淡水。淡水是真的淡水。然后这边有看到许多小只的达瓦蚁跟欧瓦蚁啊，大概就是这一类的鱼。还有花生鲫鱼，通常也是生活在这种水域中。哎，这边我们发现了一只螃蟹。是一只石鲟，它刚好也捕到一只鱼。它好像发现我正在靠近，快速的移动中，好像停了耶，我拉近一点给各位看看。原来他抓住一只弹涂鱼，这只石鲟大约有巴掌大，怕打扰他用餐，所以我们观察就好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。哎，发现了一只巨巨蟹，这颗是一种海螺。刚刚有一群达瓦蚁跑过去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哦。很多青苔、海菜很适合拿来当鱼饵，通常是拿来钓黑白毛、变身苦、臭肚等。现在来到比较靠近外海的地方，我们看看，水相当的清澈干净。目前也开始涨潮咯，哎，又发现小只的达瓦蚁咯，卡哇伊哦。现在我们进来港内寻宝，哎，成群的卵石哦。漂亮的那种珊瑚，好，嗨，那今天就大概介绍到此了，因为刚好潮水已经慢慢要涨上来了，那可能等下一次我们有抓到比较好的那个干潮的时间，我们来进行更深一点的地方的生物来做一个介绍。OK， 拜拜。